何为喜欢？脸红，心跳，不言语。你说的啥子意思呢？我没听懂呢。失眠、焦虑、长梦兮。我还是没听懂呢。余生全是你，是你是你，还是你。大宝哥，你太会说了。但是我觉得过日子不能光靠嘴巴，像网上说的，要两个人的三观一样，感情才稳定。你可以说下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不呢？啊？这第一次见面就那么高深的问题啊？我感觉像是毕业论文答辩一样。不要想那么复杂，你就说下你的人生理想嘛。人生理想啊？哦，小薇，我跟你说嘛，其实哈，我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个领导啊，啥子村长啊、县长啊、市长啊，虽然到现在啥子都没当到啊，但是我很努力哦，我相信天道酬勤，只要努力哦，就一定会有收获的。你还是多有追求的嘛。不好意思，我看下电话。没得事。大宝哥，你会不会把微信的字体调大呢？哦，可以啊。我们领导刚刚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大家都在祝福他。我想把字体调大一点，让他注意我。哎，不得问题，来，我帮你整，啊，这么就调大了。说啥子？我帮你编。就是说祝贺刘总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太幸福了。然后，八送成功。看了。我的天哪！你发的啥子哦？咋的？你看。哎呀，我咋把这个双胞胎当成死变态了呢？哎，糟了，我是用的手笔书写写的，这个双胞胎和死变态，手笔书写都是一样的，我没有注意到。你个胎神，你把我害惨了！小王，这个真不是。哎，放开我！我管不在线就算了，智商还那么朴素，这推死不了才喜欢你。啥子意思呢？凤姐，太瓜了！哎，这话是啥子意思？啥子意思？人家说你就是一把屎，只有推屎盆喜欢。凤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啊！你真的是哦，本来人家小薇还可以让你改变下人生的理想，这下子对了。哎，人生理想就变成人生妄想了嘛？哎，小薇那么凶啊？他还可以改变我人生理想，可以让我当村长、县长，市长肯定是不可能噻。虽然他没得能力让你当村长、县长，哎，但是他可以让你当家长啊！哎，他给你生对双胞胎，你就是双胞胎的领导了噻。啊！哎，这个瓜娃子哦，真的太脑壳，我跟你说，以后再也不给你介绍女朋友了。冯姐，我们为老年朋友服务，一定要了解老年朋友是否心理健康，有以下几个标准，大家一定要记一下啊。第一，知觉良好，记忆清晰。我们要经常留意我们的老年朋友们，他们的知觉、嗅觉、听觉是不是都良好？何为绝望？深夜冷风独自醉。二啊，就是情绪稳定。在工作中要多留意老年朋友。灯红酒绿不容我。第三，就是举止行为正常。这个呢，也是我们工作。小薇说的啥子呢？如果说的是原谅我了。大宝，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啊？你说这些狗屁不通的话有啥子意义？你以为你说的套话就能掩盖你学历是胎教的事实了啊？听到那个声音都烦。大宝，你
这个啥意思啊？钱主管，不是，我是不小心是手滑的这个微信语音了，不是说你，我是说你狗屁都通。啊不是，我是说你绝对不会狗屁不通，你的学历也不是胎教。爸，我们在培训，在学习，哎，你在搞啥子？你们还好意思笑？就大宝一个人没有认真听吗？你们难道都认真听了的吗？哎，你们家昨天晚上停电没有？没有啊。没有。哎，你们的充电器坏没有？也没有啊。没有。来，手机拿给我看嘛。来，你的，来交过来，你的啊，牙签还有30%的电，环还有40%的电，中间可以有60%的电，大宝有50%的电，你们都是开车来上班，在路上不可能耍手机噻，你们出门电都是充满了的噻，那么请问？从9点到现在开了2.5个钟头的会，你们的电量到哪里去了？你们都在本市讲话的时候耍手机。田主管，你还没有说我的手机呢，你看，我的手机是满电，说明我是认真了的。你最坏，你已经把手机耍得没得电。又充电宝，又把电充满了。站起来，这是啥子？主要干的。你们啊，本市今天在这里。讲了2.5个钟头，全部相当于对牛弹琴。你们浪费了2.5个钟头的上班时间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今天下班都不准走，加班2.5个钟头。我都怪你，就是你。热烈庆祝甜菜龙吐槽小分会。第23次聚会，热烈召开。好，我们的宗旨是：谴责甜菜龙夫妻太冲动，吐槽甜菜龙没脖子挑动，吐槽甜菜龙坚决不认输。那行，那哪个第一个发言呢？我先来。熊家婆，哎，你绅士点嘛，怪不得那个小红不喜欢你。哎，亚倩。你就等熊家婆先说嘛，啊，这点菜还没上齐，要点菜上齐了，熊家婆那个嘴巴儿搞不赢了。还是中间了解我们这次，那我就先说，我最讨厌田虫哪点儿啊？哎呀，他自以为自己行尸完了，行走的百科全书了，而且最爱说些听都听不懂的话。他以为自己是哈雷彗星，地球上60亿人全部这样呐？就是嘛。上周，公司组织年轻员工培训会。他在群头发消息，他说啥子？哼，他说的，熊家婆，哎呀，你话才讲到一半，先不要吃嘛，继续讲，快点。你们晓不晓得，他在群头说啥子？明天早上9点开培训会，请大家把吃饭的家伙都带上。公司的福利是越来越好了，早上开会还发早饭。收到。大家都到。田主管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一会儿了。熊家婆，通知开培训会，你拿个碗拿双筷子搞啥子？田主管，
不是你昨天通知的嘛？开培训会的时候，把吃饭的家伙带去了。哪个说的？这个是吃饭的家伙。这个都不用了，用手抓，吃手抓的啊？手抓羊肉，哎，那更好噻。你在想啥子哦？哎呀，吃饭的家伙在我们这个行业指的是啥子？你个人看一下，是笔记本，是电脑。哎呀，你还拿双碗，拿个筷子，你这个脑壳一天在想啥子？田主管，你通知的时候说清楚点嘛。我还要咋个说清楚啊？大家都听得懂，就你一个人听不懂。你这个脑壳都长的啥子啊？脑壳？你脑？对，就是脑壳。确实是脑壳。你看哈，这是我们的脑壳。哎，它是这么个构造。这个就是你的脑壳，它是这么个构造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两个脑壳，这个是 human。正常人类的脑壳儿啊，有工作，有学习，有锻炼。这个就是有熊家伙的脑壳儿，有串串儿，有饮料，有火锅，有睡懒觉，看懂没有？哎，你真是拉的有眼有。哎，你们警觉下，你们到底站队在哪边了？不晓得安抚我还听到笑。对你这个吃货来说啊，我们安抚你是没用的。你最大的这个感情资产就是美食，来拿来吃吧，是吧？喝你加油，我有酥肉。哎呦，酥肉！哎，你们晓不晓得？我最讨厌田彩龙啥子？啥子啊？一副自以为是，假正经，一副啥子两袖清风、道德模范的样子。给自己困起，标榜起，啊！作为我们幸福村的男人，长期没得话语权，那我们应该咋子？我们就要互相帮助，抱团取暖，对不对？要互相包庇，互相打掩护，他倒好。月亮，月亮，你别睡。哎，唱得太好了。天山龙，天山龙，哎，你莫唱了，莫唱。啥子？你晓得噻，我这个月打麻将遭惨了，手机撇得很呐。哎，我给盖盖说的，我这个月没发奖金，你帮我打个掩护啊。哎呀，中军儿，你搞这个名堂都搞了几盘了，不得行哦。哎呀，惨了，我这下确实是遭惨了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不是我不帮你啊，这个事情要是传到张总耳朵里，张总还以为我每个月在扣你们奖金呢，我不干。咋可能传到张总耳朵头嘛？你不说我不说，哪晓得呢？再说了，即便传到张总那去嘛，我可以解释嘛。哎，盖哥他就不晓得噻，盖哥与张总是见了面的嘛。不得行，我不干。哎呀，张总，你给我站住！来了，帮个忙，帮个忙，我求你了哈。等会儿他来了，问我们这个月是不是没有发奖金，你就说是。是。你跑这么快干啥？是不是提前来打埋伏？哎，这是我的领导，我领导有必要来给我打埋伏吗？是不是领导？哎，是。你跟我领导说话，你稍微注意到点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天哥，这中中上个月就没发奖金，咋这个月还没发了？他这个……哎，你这是不相信了？来，我们来问领导。领导，这个月是不是没发奖金？我自己不会问啊。天哥，中中这个月是不是发了奖金呀？哎，是。哎呀！你个中中！哎呀！哎呦啊！哎呦哎呀！哎呦，天哪！我还得咋个回答呀？先走了，哎呦，哎呦！你们说，那个瞎子是不是故意装怪？真的是太过分了！钟儿，以后你们都不要跟他打掩护了噻。哼，我现在啊，就在等那么一个机会。我就想哪天田成龙来求我，喊我帮他打掩护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站到道德的高度上，义正言辞的。好生羞辱他一番。你们那些算些啥子？我那天才叫真的尴尬。那天天气特别的好，我们智慧堂的农庄花全部都开了，特别的娇艳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和那些花儿谈些合作。
一个矮人嘛那种。哦，照起来瘦些。哦，帮我照高点儿。哎，对。再蹲点儿嘛，何叔叔。哦，那个腿拉长，拉长。再矮点儿吧，何叔叔。因为那个手机越矮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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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秋高气爽，百花盛开，这是拍美照的好时候。各位朋友来看看我拍得怎么样啊？雅倩，你今天中午肯定吃的饺子，还是韭菜馅的？哎，田主管，你咋晓得？你把第二张照片放大了看，看得到牙齿上有韭菜。下次 P 图一定要注意细节，不能只是注意脸大不大、腿长不长。给别个的照片发表赞美而不是讽刺，那不是基本的礼仪吗？那个天才龙觉得他是火眼金睛加抖机灵，我都得特别棒说。怪不得雅倩前段时间我跟你说话的时候，你就直接给我闪过来，弄半天都是天才龙干的好事哦。我哪天一定要请他吃酸菜鱼。哎，你还请他吃酸菜鱼啊？他喜欢挑刺的嘛。爸爸，你这个笑话太冷了嘛，真的不好笑。我看你才酸菜鱼，又酸又菜又多余。雅倩，我是肯定维护你的噻。嗯，这个样子，我先自罚一杯啊。来，我们干脆共同举一杯啊，庆祝我们今天吐槽成功。来，兄弟们，干杯！干杯！干。哎，有喝酒都给我用啊。嗯，天才。哎，真的是冤家路窄，在这儿可都碰到他。雅姐，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过去骂他几句。嗯，大宝，你就不要在那儿吹牛了。你在雅倩面前打啥子烂牌面嘛？牛皮吹过度，就只能证明你天上挂的事实。啥子吹牛？我是认真的。大哥，我觉得你真的是喝多了。你们都不相信我，那要是我过去骂了你们咋说？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你要真跑去把他骂了，下个星期一年一度的民主选举，我们全部投你当领导，我投他，我们把你抽起来。嗯。哦，好。等会我过去，我就这样说。嗯。天才龙，你不要一天拽得跟二五八万一样啊！把你当人看，是看得起你。我看了我咋子啊？想翻脸啊？告诉你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啊，那就舍为出道。大宝，乔姐姐，田主管。你们也在这吃火锅啊？哎，你们才来呀、啊？这是网红店的嘛？你们要排好久哦。嗯，就是。哎，你看你们一个个，喝的面和碗吃的，啊，早点回去休息，不要影响明天上班哈。田主管，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你说嘛。田吉佑，你不要做那些二八一样。我把你当干友，你太精了，搞这种，啊西，啊想不你呀，我告你哦，我上脾气了。哦，大宝，你还会说韩语啊？是。那要是用韩语说那个炫兵欧巴我爱你，咋个说呢？小姐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我们明天起得早，要上班，我们先走了。哎呀，酒都差不多，我吓醒了。大宝，你可以哦，这种办法你晓得出来哦。哎，你们都看了的嘛啊？啊，我骂了噻。哎，这个肯定作数，作数啊！下周这个民主评选，
大家都是选大宝，听没有？你要是当领导的话，我们肯定支持你。你那么好说话的，哎，确实你那扯远了，扯远了，兄弟。怎么怎么？来，这个是今年是中层干部的民主测评表哈，每一个名字后头有三个选项：优秀、合格跟不合格，一人只能选一个哈，不能不选，更不能弃权。来，大宝，我们已经商量好写你的名字。要不得哟！哎，反正这个田才能打不合格。你这样子没得用。那田才能在我们智慧堂的客人心中，绝对是全票通过。大宝，管不到那么多，反正这盘要伸张正义。贾田，贾田，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心目中现任的领导不合格，那么就把你现在觉得心目中领导合格的名字写上去哈。对了，大宝。走吧，我还是给叔叔阿姨送这个表格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好好好好。来来来，帮个忙哈，给田才能打一个那个名字截屏表哈，简单的很，打勾勾就对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喂。哦，张总啊，哦，那个文件啊，在我那个 PPT 在电脑后，马上发给你哈。大宝，哎，我去给张总发个文件，等会儿叔叔把表填了，你给我收一下哈。好嘞，好嘞，放心啊。哎，这个没币都咋子填了？哎呦，糟了！刚冯姐走的时候哪里走了？稍微等一下，我到办公室再拿一个。啊，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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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不用了，我这儿该有，我这儿有笔的嘛。要得，好，你两个下你的棋哈，我帮你填，好不好？你要填好哈。要填好填好，不要扯拐不要扯拐哈。哎呀，放心嘛。到后头接着。我，喊我们的嘛。哎，美女些，我评选优秀，就选填填了要不要得？要。那我就帮你画喽。哎，要得。好，你跳你的舞哈。好好上跳，好上好好上跳。小巷。